是一款新型动态全息体感游戏，我们将带给您和现实时空别无二致的体验。好，游戏时间时效是约等于现实世界中的一分钟，所以请不担心，尽情体验。魔界有人居心不轨，祸乱六界。斩杀魔王之轮！斩杀魔王之轮！啊！问世间穿过多少流年，再会又一次擦肩，还是追不到。铭记岁月，菩提树下有剑。回去吗？好，听你的。我自封魔山封印，一路颠簸，坎坷流离。我曾想颠覆这人世也无妨，可一个人的出现，你看你，连你自己都照顾不好，这个药这么难喝。岂不是更难受？却令我爱上这曾经厌恶至极的人世。好饿呀！我想保护你，呆瓜。也想保护呆瓜这养他的山川与人间。离我远点，别跟着我。心之所向，情不自禁。你会一直在我身边吗？如你想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只要厉门主情真意切，让他感受到你的心意，便成。我又不喜欢你，凭什么跟你回去？你且试试。你一直对我这么好，这么照顾我，这还是头一次感谢。余生太长，让我等到了今日。也是时候该让他们做个了断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样？你没事就好。我先去睡觉。你逆天复生，堕入魔道，本座身为天帝，本就应当顺应天命，铲除妖邪。我必须要消除你们的记忆，连同这个人，这个名字，也一并忘却。陛下，那位仙子在逃跑的时候，被小魔妖捉走了。这是哪儿啊？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其实我……你手太冷了，我们回去吧。
没事吧？无妨，你刚醒还需静养，就别再到处走动了。有没有传说，你看，这是他为你画的，画得可辛苦了。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？木然，怎么会这样？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吗？现在对我来说，你便是最重要的人。我要出去一趟，你看好玄机宫。去哪儿啊？很快就会回来的，你可愿意等我？这个是送给你的，我只想平平安安。照顾不好，你杀我，我不会让你杀的。既然我要杀你一次，也可以再杀你一次。娘亲，我来吧。陛下，何事如此慌张？小桃桃的只身去了魔界地宫，也不知现下如何了。我一定会亲手杀了。是他。万事万物皆有因，你自己做的事，都有一个结果在等着你。我叫香菱。记得我们初见时你说的话吗？想和我一起回去吗？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又是你。我带你回去，以后的路我会一直陪你走下去。如果不是我想起来，你是不是打算瞒我一辈子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到底隐瞒着我什么？为什么要欺骗我呢？我是绝对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陛下，魔王逃了出来，并在魔界集结了军队。退下吧。还有，那位仙子逃出了天界，现在下落不明。也许我最不该的，就是恢复记忆，想起以前的事情。门主，我们在天界的人传来消息，香菱姑娘逃出了玄机宫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走了。天下这么大，总有容我的地方。你可以不相信我，六界四海，你可以不爱我，唯吾独尊，你甚至可以恨我，天地一怒，但是你绝对不能离开我，十方俱灭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只有力量才能让你掌控自己的命运。你是我的，谁也
轻柔的对白，人间总会有门主，不会分割。走吧。曾说荒山海，苍穹一片白，问君可知身在其中。我笑你嫉妒的模样丑陋，你一个魔头对付你无非一臂之道。别杀我，别杀我，别杀我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平白无故让你们遭这种罪。年纪都快了，或许我永远都回不去。如果我死了的话，就怕我葬在这儿。你不会死，欠你的，这辈子还不了你。我要出去一趟，你看好玄机宫。去哪儿？快就会回来，你可愿意等我？这个是送给你的，我只想平平安安。好。人生不相见，不如身与伤。茫茫岁月，分不清何处是归期。心底的在意，给你摘几颗青苗，一贯种立了五年，我却没敢来一次，你可冤枉。你怎么会来这儿啊？花开叶落，物转星移，经历天定，我心里有数，你不必多言，他在我心里是独一无二的。珍重。我此一生许多岁
岁月都踽踽独行于黑暗之中，直到有一人说他在我眼中看见了星空，或许他不知道我眼中只有夜梦，而他是闪亮的所有。寂寥深处人已散，暮色迟迟愁未完，人已如梦不解叹，任他似水。他日仙子若嫁与我为妻，仙子可会嫌弃？我报了仇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，成为至高无上的天帝，得到了想要的一切，可我还是一无所有，求而不得，便是天帝也无可奈何。你该回到你来时的地方了。插播一则紧急快讯，北京时间下午6点，一架从北京开往上海的私人飞机疑似失联。据悉，飞机上搭乘了两名著名的电竞选手。警方和相关人员已经介入调查，目前尚未发现飞机踪迹。关于飞机失联的事情，后续进展我们将会持续关注报道。每想一缕清浅，仿佛故人梦中笑。